线上游戏的魔力令人着迷，美国有两名城市设计师突发奇想，大手笔制作24K 金的小金杯，打造真实版寻宝游戏，率先找到宝藏的幸运儿不仅能够把小金杯打包回家，还能够夺得至少7万美金，折合台币大约是220万元起跳的奖金。 This treasure is real.And it's just sitting there, somewhere on the forest floor. 想找到宝藏吗？小金杯就在美国麻州波士顿。两名城市设计师突发奇想，把线上游戏搬进线下世界，大手笔制作24K 金的小金杯，打造真实版寻宝游戏。9月19号开跑至今，战况越来越白热化。各路玩家目前锁定这片直径56公里的森林，持续搜索。It's definitely gonna be solved in 3 weeks.But it's not going to be solved on day one. 率先找到宝藏的幸运儿，不仅能把小金杯打包回家，还能独得至少7万美元，约台币220万起跳的奖金。A lot of people are like really happy that.We created this. 玩家每天支付20美元就能获得一个寻宝线索，而这些费用有一半会投入奖金池，让金额持续攀升，吸引超过7000人加入这场寻宝大作战。We've all seen all these movies where somebody else is on a great adventure, and this is a great adventure that you can actually live in your own real life.设计师透过录影机全程监控，透露目前只有松鼠意外找到藏宝地点，尽管确切位置即将在10月10号揭晓，他们希望每位玩家都能享受过程，感受寻宝乐趣。确地此编译。